888海珍大酒楼与顺发超市在柔斯密市联合举办欢庆父亲节歌舞联欢晚会，与会人士欢歌笑语，美酒佳肴共庆父亲节。请看报道。为了欢庆父亲节，为劳常年为家庭社会付出辛劳、做出杰出贡献的父亲们，888海珍大酒楼与顺发超市特别举办欢庆父亲节歌舞联欢晚会，邀请南加州工商企业界人士、社团侨领、模范父亲一同来欢庆，一同欢聚，大家品尝美食，畅饮美酒，欣赏也随着激情欢乐的旋律载歌载舞，欢度愉快的父亲节。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香醇的红酒，还有精彩绝伦的歌舞表演，希望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开心，过一个特别的父亲节，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888跟顺发超市。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有快乐的一天，永远都快乐。谢谢你们支持顺发超市的一切，谢谢你们。888海珍大酒楼常年为民众提供正宗美味的潮粤菜，承办喜庆宴席、生日 party、 社团聚会，潮式海鲜新鲜美味。顺发超市在全美已开设了十几家连锁超市，为华阳民众提供物美价廉的鲜肉海鲜、干果素菜等上万种食品及用品。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洛杉矶采访报道。